他做工有冲劲，没劲儿回去歇着吧，这里不用你了。他做人心地善良，您身体有点问题。什么样的问题啊？我觉得我好英俊。做父亲更了不起。为了让儿子开心快乐，这个玩具叫长江一号，同学们都有，很好玩的。来，我们走了，放回去。哦。他会不惜一切。我有一个玩具，比长江一号更厉害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你是不是来侵略地球的？哇，这种高科技的玩具我还真没见过，弹力这么强。周星驰继少林足球功夫。今天考试，但是昨天是来跟你玩，没有好好复习，可不可以帮帮忙啊？挑战宇宙崭新喜剧。长江七号，2008轰动贺岁。